阿贝，开工了没？厨师阿贝，厨师了没？真是靠北。非常谢谢你们，今晚选择了我，选择来看维利安的演唱会。是，最近真的是非常多的演出，虽然如果有的选的话，我也想要选择去看 Coldplay。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更棒，因为我要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天晚上。